周年，中美建交四周年，习近平主席发出一路一带倡议发表六周年之际，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在纽约迎来了以湖州市侨联南桂兰主席为团长的湖州市政府代表团莅临纽约，与我会、美国福建华人联合会、美国智德律师事务所共同在纽约成立湖州市侨联海外法律咨询服务团（括弧赞）。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我会强联法律律师楚新玉等三位职业律师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大家用掌声欢迎他们三位。随着一带一路国家走出去发展战略部署的发展，我们可以见证了格局，见证了蓝主席不远万里来为我们颁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的聘书，并与我会签订备忘录。它标志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贯通和联通，它标志着为祖国、祖籍国、住在国、社区的经济健康发展多了一份力量。它标志着我们为旅美同胞为民办实事多了一份力量，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为旅美侨胞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丰富法律知识，为旅美侨胞个人、公司、团体的经商、经济发展、生活保护、保驾护航，更有效地、可预见性地保护了广大侨胞的合法权益和权利，让侨胞真正得到实惠。这是一项具有附加性、强基性、有益于广大侨胞的利民伟大工程。我们为福州市政府把这项复杂而艰巨的利民工程交给我会，让我会有机会发挥我们优势和作用而感到高兴。在此我特别感谢福州市侨联楚新玉等几位职业律师、祖籍国律师团队和世界各地的律师团队精神合作、无私爱心的付出和奉献，再次感谢他们。更难能可贵的是，蓝主席一行的到来，受到我们州议会和我们州这个政府、市民选官员和旅美乡亲、社区各界人士的关心、关注和欢迎。仅此，请允许我代表美国福建华人联合会同仁和旅美乡亲对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福建自古向海而生，向海而兴，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福建开放、包容、拼搏进取的优秀品格。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我们以合作、和平、发展、共赢为目标，互联互通、互学互鉴为己任。福建人素有海纳百川、敢拼会赢的精神，勇敢耐劳的福建人还拥有与闯天涯、敢于走出去的精神。如今地球上有太阳的地方都有见到我们福建人、福州人，可谓租界可谓遍布全球。1800多万海外侨胞为住在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重要作用和贡献。这么多
多的我们的乡亲来这里，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在我们国内来讲，就是这个丹桂飘香的季节，在这美好的季节，我们能够在这见到我们这么多的新老朋友，真的很高兴，也很激动。而且呢，李华主席能够借助我们这个东南网这个美国站这个宝地，举行这个我们福州市首批海外律师咨询服务团的这个聘颁发仪式，这个也是一个喜事好事。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我们这项工作应该是全国首例。这个我们这上两个月八月份，这个为了颁发这项工作，我们的市委常委、统战部长、产业部长到了阿根廷，我们一共聘了首批八位的这个律师，然后五个国家，我们美国这里就是由李华主席这里帮助推荐的首批的三位律师。刚才李华主席把这个律师的工作的职责，刚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姐，这个女士已经把这个我们这个律师的工作职责、任务和工作的目的都给他这里都给大家介绍了，我就不一一说了。也借着机会，因为来这里真的不容易，也许我到工作离休了，这个也只是来了一次，所以也借着机会受这个市委市政府的委托，这次出来主要是以商务考察的名义过来的，所以时间非常紧，到了三个国家，我们前面已经走了四个城市，这个是第五个城市，是马不停蹄，晚上这个坐飞机，白天就是见我们的乡亲们，所以也很抱歉，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乡亲新老朋友，我是很想见，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还没办法见到的，包括我的亲朋好友，这个所以也借着机会把福州市的一些侨情跟这个事情简单给大家介绍，因为有的乡亲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去了。我们福州是总人口是750万，那我们的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就归侨侨眷在国内的将近300万，在海外的是400多万，是我们福建省第二大侨乡，这现在是下辖的12个县市区，目前是6个区一个县级市5个县，那现在长乐是4改区了，可能我们这里很多我们长乐乡亲，应该也都知道了。所以，占地面积是1.2万平方公里。那最近几年应该说福州变化比较大，一个是交通这个路网非常的这个顺畅，这个现在在建的这个四环，福州的四环就是闽后长乐福清。还没到福清长乐，这个连江就是四环要马上要闭合，同时呢我们城区的1号地铁2号地铁已经开通，现在是5号地铁跟6号地铁正在建，5号地铁马上就要开通，就是通到我们长乐，可能长乐的优先道就这个享受这个待遇，就是到时候我们福州直接到长乐的就是那么20分钟，就是到我们的国际机场，包括我们的威亚小镇这个福州新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城里的水路是星罗棋布，因为我们城里这个有107条的内河已经都整治清晰。第三个就是我们福州的大家都知道生态环境在省会城市里头是全国前3名，这是宜居的地方。那同时呢我们这个现在投资的环境也在不断的完善，现在我们提出来这个一站式的服务，而且是这个工作马上这个有的是即到即办的。那最新有一个信息给大家的，跟大家都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侨胞华侨就是持中国护照的，站起来，还有那个，张子阔哪儿去了？张子阔，来，站到这边。我这个还有站吗？另外站。那个代表。
那个代表中南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南九溪是我们乡城，也是我们闽籍华人的骄傲。到来而来的福州市侨联南桂兰主席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南九溪是我们乡城，也是我们闽籍华人的骄傲。虽然我们身居海外，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政府对海外华侨的关心和爱护。今天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福建华人联合总会李华主席联合福建归国华侨联合和福州市法律协会在中美意义上成立了海外侨联服务咨询团的设立，将更好地服务纽约的侨界社区，为纽约的侨胞提供了法律的支持和询问，保障了美籍华人以及国内企业主出的权益和利益，从而推动了中美。